你们下班，我觉得你胜过我们的麦克风。你们摄影师可以下班了。哎，要配合一下啊！再一次，你们的尖叫声在哪里？有啦，好啦，有一点力气的啦，哈，有啦。对对对，等一下更辣的出来，他们就会更嗨了。哦，自己就会嗨起来，是不是？姐姐，你等一下可能要，你叫我姐姐，你有叫错吗？妹妹，对不起。你有叫错吗？没有，妹妹，对不起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妹妹，拍谁？不好意思，小妹妹，嘿，拍谁？好客气哦。对，我们安琪也是非常厉害的歌手哦，谢谢。那今天也是在等待的时间当中，也是非常辛苦。不管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工作人员，还是我们执行人员哦，大家都是非常的辛苦哟。我们来设计今天整个这个活动哦。那当然，这个红毯前这个摆件嘛，是非常的水啦，真的非常的漂亮。然后大家呢有经过可以先去参拜一下。我们今天也是这个太子元帅的这个圣诞前球，生日快乐，没有错。那大家有经过的话，可以来做一下拜拜哦，也是祈求自己的身体能够健康啊，万事如意，顺心平安。对，是的，大家没错。好，那接下来安琪是不是还要再安排另外一首歌曲呢？好的，那再来一首《爱的初体验》。没问题，哎，我都是嗨歌哦，你们还不嗨？那我嗨了，你们嗨起来好不好？应该是时间还没到，时间还没到。有啦，喝两组的有了，有感觉了，赶快，来，我们的主持小姐姐说赶上。等一下就会走了哈，哎，对，没有错。如果说你要离开我，请趁时间来告诉我，不要偷偷摸摸的错。还有，像上次一样等半夜，不要等了啦。如果说你真的要走，不要走。起来，心上还能永远。
刚刚有说会生气，我生气会翻裙子哦。哇！尽量有穿吗？里面有啦，有还好有穿，有没关系，尽量穿哦。就是、有穿才敢这样说啊。对，没穿我还是照翻啊，不是啊，啊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对对对对。什么？两个都是美女。两个都是美女、哦。今天来的所有的小姐姐都是美女，没错，对。两个最美。没有了，哎呦，你这样后面的不用出来了。哎呦，你太会聊天了。怎么？你等一下，我们主持小姐姐真的会开心到。飞上天！我不想下班了，我不想下班了，必须下班，必须下班。大家朋友都是要休息的，没错，是是。那很开心，大家今天齐聚一堂哦，莅临我们今天这个红毯哦，我们是当然主人家非常用心哦，为我们今天设计了非常多的这个活动啊，对，是的。当然也要感谢我们今天我们的创新舞台哦，以及我们的。曼德莎，我们的整合行销，是的，那也感谢我们主人家，是我们草屯陈家，以及我们丰原哪吒太子会，以及我们台东如意堂，还有我们的六川电梯哦，或是我们的雨墨设计房。那如果大家想要盖电梯啦，是，或是想要设计这个搭台舞台啦，哦，都可以找我们六川电梯以及我们的雨墨设计房，好不好？绝对帮大家就是做到最满意的这个程度，好不好？好，那继续呢，好音乐为大家来做安排，我们的节目不间断。接下来为大家邀请的是我们的夏天，也是我们的。